大宝大宝、天上飞的是什么鸟儿还是云朵？看好啦，大唐的全家桶来啦。要吃哪一个呀、你们两个要吃哪个口味的？我要吃这个。我看还是吃挑一个。我看妹妹打开的是哪一个，是葡萄口味的，是不是啊？我要吃老酸奶儿。你打开吧。好。葡萄口味的，打开这个葡萄口味的，看里边什么样子的。包装在哪？给我打开葡萄口味的。好的。哎，给你。哇，软软 QQ 软软，你这是什么呀？白桃的嘛，也是 QQ 软软的，我尝一口。嗯，好好吃啊。给你。谢谢。刚刚我是老酸奶。秋秋，你这个老酸奶也好吃，有一种奶香味儿。那我的呢？你那个更好吃，就像那种小果冻似的，秋秋软软的。你喜欢吃哪一个？老酸奶。什么呀？姐姐那个。姐姐那个嘛。好了。